这一天，林德信为新歌宣传，还第一次现场演唱新歌。虽然是初次演唱，不过 Alex 就一点也不紧张，因为他本身也是以木吉他自弹自唱创作新歌的。而这次 MV 为了配合歌词的元素，他也策划了一段时间。这首歌《爱没有理由》是我今天第一次唱给那么多人，但是刚刚我唱，然后有我的吉他。我记得大概四五年前，我在我的房间，我是真的好像这样写这首歌出来的。所以这我觉得，虽然我们今天听看那这个 MV， 但是我记得第一个版本就是这样的。这次 Alex 还找了爸爸林子祥客串新歌 MV， 阿 Lam 精湛的演技令儿子都很感动。因为我们的 MV 有讲时间、爱情、坚持，我们就需要一个角色去较大时间的部分。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导演跟我说，我们要有找一个演员是好像你变老的时候的样子。然后我们想了很久很久，想不到。然后我的助手经理人他说哦，我知道，我就问你爸爸。然后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哦，不好，等会考虑一下。但是在想就发现这个是最好的选择嘛。对，就是你变老的样子。对啊，然后我爸爸真的 keep 得很 好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我。